太极图说中载，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清晨，一缕阳光洒进玻璃窗，静谧而温暖。郑州东武研修院的学员们在拳馆开始了太极拳的练习。起势、推手、弓步，在动静有序的交替中，感悟太极的真谛。身着薄衫，身影如同燕般的轻盈，手腕轻轻旋转，剑光闪闪，与那柔软的身影相融合。这位是徐琴兰女士，在她的挥舞动作结合之下，刚柔并济，可攻可守，充满了飘逸潇洒的美感与武术的阳刚威仪。张东武老师是这家拳馆的创始人，在太极圈内颇具名气，德艺双馨，口碑声名极佳。我叫张东武，河南温县人，自幼呢喜欢武术太极拳，也跟随很多老师学习，最后有幸拜在陈氏太极拳嫡宗传人陈正雷大师门下，跟随恩师多年，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陈正雷先生对我的栽培和教导。我希望我自己能够不断努力，不断地提高自己，然后为陈氏太极拳的推广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徐琴兰女士是东武太极研修院的院长，也是张东武老师的妻子。他们曾因对太极的沉醉与着迷走到一起，因武结缘，伉俪情深。我叫徐琴兰，祖籍山东省郯城县，自幼呢就是随家父学习这个传统武术，89年呢就是随我丈夫张东武先生学习太极拳，至今大概有30年了吧。我们就是呢会一直把太极拳传承下去，传遍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受益终生。他们合力开始太极传播事业，开设武馆，创办了东武太极研修院。研修院自创办以来，所教的学生近1000人，遍布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墨西哥、日本、希腊、荷兰、智利、丹麦等国家。夫妻二人经常同台表演，从而把太极拳的刚柔兼备、和谐美好呈现给世界。喝了沉沟水都会敲敲腿，会不会金刚大倒对？上至哼哼，下至能能，大人小孩都会扑腾，这是陈家沟数百年一直流传着的谚语。陈家沟民风尚武，是太极拳的发源地，在这里随处可见学拳练拳的身影。
悠久绵延的沧桑岁月，唤醒古老的土地。至今保存着21家传统民居，这些古民居错落有致地排列在村中。明朝洪武年间，山西泽州人陈卜与移民一起建立了陈卜庄，后来迁到了清风岭，岭上有一个以长阳古寺命名的长阳村。陈卜精于泉械，深为邻乡敬重。这里西有市沟，东有赵沟，北有正北沟，三面环沟。随着陈氏人丁兴旺，该村更名陈家沟。这是一个密林幽谷的所在，曲径徘徊，小桥流水，飞鸟和鸣，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东沟位于陈氏祖林正南300米处，始于明末清初的一个炼泉处，环境清幽，暗含八卦阴阳，气场最大。整个清风岭营造出沟泉文化的完美结合。当年太极大师陈王庭曾在此演习八卦，研究太极，琢磨招式，创造神拳。清晨5点半的陈家沟还在沉睡，此时位于陈家沟西沟南端东侧高坡上的炼泉处，前来练武的人络绎不绝。村里的大师和年轻的太极习练者一大早换上太极服，拎起太极刀，来到这棵大树下进行晨练。大约300平米的炼泉处旁，生长着一棵冠盖如伞的大皂角树。陈家沟近代太极高手，但凡练拳，或单个或结队，都喜欢在树下练拳。日久天长，人得树气，树得人气，树身渐长，功夫倍增，进而此地集成了皂角树依坡生长，树根外露，伸直于陡坡之上，盘根错节，树株树并生，相互交错缠绕，枝繁叶茂，颇有共生共荣之意。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洗礼，皂角树生长出5个枝杈。这个枝杈象征着陈氏太极拳逐渐衍生出5个流派，即阳、武、吴、孙、何5个流派。陈家沟的先民们初来此处，便给他烙上了尚武印记。演舞台后的银杏苍劲有力，风吹叶响如泉镜。身处幽谷，我们仿佛还能听到先民们练拳的声音。太极拳已经渗透到陈家沟人们的生活中，这里的人们在言行举止之间无不透露着太极文化。太极拳法可谓是信手拈来，一招一式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陈家沟习武成风的时候，田间地头沟壑陌路插的都是刀枪剑棍，下田的人走路的人随手就能拿起刀剑练上一阵。
陈氏先祖陈卜，善武艺，精拳械。曾设武学社于村中，始开陈氏世代习拳武械家风之先河。1711年，陈氏十世祖陈庚为其立碑，记述陈卜生平。太极拳论指出，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极，阴阳之母，动之则分，静之则和，阴阳动静之美感，是太极拳的精致巧妙之处。他的功夫了得，却毫无武林高手的凌厉，他就像林家长者，朴实亲和。身为江湖人，身处江湖外，他爱拳如痴，十几岁起便跟随太极拳宗师陈新的高徒陈克忠习练太极拳小架，数十载行走江湖，桃李遍天下，成为太极拳小架的一代宗师。但是他一直将自己超脱在世俗外，固守着土地，农闲授权，农忙耕田，守着至今尚不富有的家园，甘做母亲膝下的孝子，守着农民的憨厚朴实，父外授权，学费分文不取。时至今日，他依然拒绝浮华，淡泊处世。回到家乡，一方小院，一垄青菜，一丛菊花，一杯清茶，侍弄着那一束束菊花，陈伯祥流露出赤子之心。时值严冬，花香正浓，眼前的老人宛如菊花，傲然独立，清香远溢。太极拳是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最深的一个拳种，它依附于太极阴阳学说，以此为拳理的基本理论，以此为行拳的根本，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揭示出事物中对立又统一，彼此相互依赖，相生相成的关系。吴语香在《打手要言》中说，身虽动，意贵静，气虚敛，神贵舒，事动由静，事静由动，内固精神，外事安逸。先辈的拳如先辈的教诲，陈氏太极一直谨记着自己的武道。明末清初，陈王庭依据祖传拳术广泛搜集整理民间武术，教其同义，汇集诸长，加以继承和创新，创编了一种新的内功拳种。他的这些杰作使他成为继抗倭名将戚继光之后整理民间武术的杰出人物之一。陈王庭在搜集研究民间武术的基础上，融合七世所编《拳经》29式汇入他所创编的陈氏太极拳中，所著《拳经总歌》，同时也汇集了诸多不同拳法姿势，成为一种既有实战功能又能强身健体的拳术。陈王庭将此拳定名为五路拳，即后人所称的陈氏太极拳。太极拳依据传统哲学，对立与统一，阴阳相济，
阴阳互根互生的思想，来构建其权理和权价的造型。据陈氏全谢谱载，陈王庭所造拳套有太极拳一名十三式五路，长拳181路，炮锤一路，双人推手和刀枪剑棍剪双人沾枪等器械，其中双人推手和双人沾枪更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特风格，融中华传统文化及武林百家之长。陈氏十四世陈长兴自幼受业于其父秉望，太极拳谢出神入化，成年后以保镖为业，在武术界享有盛名，被称为排位大王。陈长兴在先祖陈王庭所创之五路太极拳的基础上，由薄归约，精炼归纳，不足者补之，重复者裁之，创造性地形成完整套路，发展了太极拳理论。其著述流传下来的主要有《太极拳十大要论》《太极拳用武要言》《太极拳战斗篇》《陈长兴太极拳总歌》等。陈长兴的理论著作极大地丰富了太极拳的理论宝库，将太极拳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华武术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他打破门规局限，开办武学，甚至将陈家的独得之秘太极拳传于外乡外姓之人杨露禅。太极衍生八卦，源自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外观呈八边形的太极阁，作为太极拳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使太极阁这一物质建筑形式与太极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相结合。中国太极拳博物馆与陈家沟太极拳祖祠、太极拳历代宗师陵园相结合，成为陈家沟太极文化园的一部分，既丰富了太极文化园的内涵，也强化了太极拳博物馆的文化展示功效。中国太极拳博物馆集中展示了太极拳的基础文化、拳史、拳理、拳法，系统阐述了太极拳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将太极拳的文化历史和发展脉络美妙呈现，简易了然。常有陈家沟太极拳名家及太极拳爱好者在博物馆外广场练拳，在这太极文化的熏陶下，充满了艺术的气息。作为首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在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突破和创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设方面独树一帜。太极拳博物馆在展厅内营造四合院式的布展格局，设计新颖，采用中国传统民居样式，增强了太极拳博物馆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增添了展览的神秘吸引力。漫步于格局优雅的太极拳博物馆，品味着精心设计的文化展品，穿梭于古往今来的典故和历史之间，仿佛置身在一幅太极图的中央地带，其奥妙也无穷，其情神也飘逸，其心绪也万千。清道光年间，杨露禅少时家贫无业，与父亲一道送煤土，后来在陈德湖的太和堂做杂工。陈德湖见杨露禅为人勤俭、聪明能干，便派他到故乡陈家沟家中做工。当时，陈长兴正在陈德湖家开办武学，杨露禅受到练拳的影响，很想学习，但因劳务繁重，而且身为家奴，
杨氏太极拳不传外姓，故不敢声张，只有趁陈长兴教拳时偷偷地在一旁观看，然后再暗自练习。两年后的一天，杨露禅练拳时被陈长兴发现，见其不是自己的学生，问他是谁。杨露禅急忙叩拜在陈长兴脚下，如实相告。陈长兴被杨露禅的好学精神感动，又见他平时勤劳，为人诚恳，于是就与陈德湖商量，准许杨露禅在闲余时间正式练拳。从此，杨露禅拜陈长兴为师，刻苦练功18年，深得太极拳要领，拳艺大进，成为陈长兴门徒中的佼佼者。在杨露禅学拳处，可以看到当年杨露禅栖身的土屋和窥拳的断壁。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动一静修道妙。太极拳的静与动既相对立，又高度统一，动为阳，静为阴，两个阴阳于统一于一元之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身中阴阳之气经过不断的炼化，五气朝元，取坎填离，直至圣胎脱体，虚空粉碎，由此转化为视而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无状之状，无物之相的无极。王锡安，当今太极拳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四大金刚之一。在当今武术界，几乎没人不知他的赫赫大名。太极拳享誉国内外，王锡安为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从小开始练拳，他练得如痴如醉，最终成为一代名师。从小就开始练拳，13、14，我12、13、14，这个月以前的时候在。这里有盖房子手，就在地下练，野外要练。著名武术家冯志强曾说，锡安是陈氏太极拳11代传人中最优秀的代表，其武德技艺卓尔，堪称一代大家。王锡安老师的太极拳打得出神入化，他的学生遍布全世界。每年到处跑的，那没啥数字，很多。阿里巴巴总裁马云曾拜他为师，学习太极拳。通过学拳，两个在不同世界都是顶尖级人物的人，成了忘年交和被人称道的师徒。有的学生把他接到了杭州西湖湿地的别墅里，颐享天年。但是他更愿意做一只家乡的闲云野鹤。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即使老了，仍要继续传承发扬太极文化。人家还在出去，还在出去摆摊，经常还在国内，国内不是有些太监，这个搞学生，现在在国，现在还在跟学生在国外的学生做工作，叫他们把太监推上奥运会，啊，经常在推广印尼去开始。这是第一代开始，5、6万年了吧。陈王庭要创建来看，就是从头就是陈王庭。但是这两个从两条就是，第一个是陈家沟的历史，第一个是白雪白里街的演变过程，还是从旧时开始。陈三姐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刚相机的南家街都有，他就是快板相机。开门跳跃，这个其他学有点不同的地方。这个外家学多少有点那个类型。武术，不管你拍学也好，长学也好，斜杠后入，就是斜入后杠，采取的方法办法不一样，手段不一样。但真正采取的就是开门跳跃，这个闪动作不快不慢，比较他们比较明显一点。先练招数，招数了以后再练动静，动静了再然后再一级级往上再升，并不是你起初练的啥子就啥子了，这有一个过程。在逐渐在走中间是主内不主外，在一起随性，性气结合内外结性，它怎么长子就讲它是对着的。然后开始是招数阶段，后来是动静阶段。有招数了，后动静，动静是接近神明，一个太监，太监是少。他的脚步永远没有停歇。70多岁的王锡安老师，如今依然一身凛然正气，往人权里一站，依旧王者风范。拳法功夫循序渐进，具体境界描述有。一阴九阳跟头棍，二阴八阳是散手，三阴七阳游绝应，四阴六阳擂好手，唯有五阴又五阳，阴阳不偏，称妙手。妙手一运一太极，太极一运化乌有，挨着何处何处击，我亦不知玄又玄。拳经上说，用意导气，中气是发于丹田，布于周身，开则达于四梢，手足尖端，合则仍归于丹田。而初学拳的朋友千万不要强求，因为内气尚未练成，强逼内气则会损伤内脏。夕阳西下，大地沐浴在余晖的彩霞中，人们三餐两两地在街道上漫步。麦田边，练拳的孩子们依然奋进十足，毫无倦怠，一招一式把影子拉得老长，直到夕阳收敛起它最后的光芒。带领孩子们练拳的是陈冲老师，他是陈氏太极拳第11代传人，国家一级拳师，国家武术一级裁判，陈家沟太极拳8大天王之一。陈冲自幼随父亲陈俊龄习家传陈氏太极拳，擅长陈氏太极拳各种套路、推手、器械，精修陈氏太极拳小架，自己成立了一所家庭武馆。1994年至今，从事教学生涯20余年，为传播陈氏太极拳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其弟子遍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学员达数万名。我4岁起跟随父亲陈俊龄习练家传陈氏太极拳，我现在呢全国各地就是教这个学生呢大概有2万余人。太极拳是我一生的事业，生命不止，太极拳我会一直把它传承下去。
在陈家沟太极拳学校训练场上，时常能看到一位老人在练习太极拳。只见他拳架低，套路娴熟，在教练的带领下，太极单剑、太极双刀、太极双剪等器械耍得有模有样。他就是来自上海的王九荣。已经有71岁的高龄的他，依然能够像年轻人一样下腰、深蹲、弓箭步。说真话，我是兴趣爱好，因为他可以强身健体，他还是既是武术又是艺术，我喜欢这个。王九荣仿名师下苦功，5年的时间，不仅让他的太极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的身体也变得更加的健康。这个书上的、学校的书上我都学了，所有的拳和器械我都学了，除了我拿不动的、练不了的，我没学。生命不息，太极不止。太极拳的养生功效让他痴迷不已，这更加坚定了要把太极拳练下去的决心和信心。初冬的早晨，略微有些寒冷，但陈家沟国际太极院却显得暖意融融。陈家沟太极拳嫡宗传人陈炳正带领弟子习练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如行云流水一般，舒缓、柔和、刚劲、有力。谈起自己的弟子，陈炳自豪万分。近几年来，陈家沟太极院共培养了近100位太极拳冠军，陈家沟太极院也被人们誉为太极圣地、冠军摇篮。我的家庭也是世代习武，所以在我5岁的时候开始随我的两位叔父陈小旺、陈小兴两位大师习练太极拳。那目前呢，我们在15个国家有我的太极拳分院，在国内也将近有100家的太极拳的辅导站呀、分院呀、分会啊这样的教学点。陈家沟国际太极院声名远扬，吸引了来自大洋彼岸的众多太极拳爱好者，他们漂洋过海，长途跋涉，只为跟着太极拳嫡宗传人陈炳学习正宗的陈氏太极拳。来自韩国的郑南镇和来自以色列的阿光，就是专门来到陈家沟国际太极院学习太极的。我是韩国人，我叫郑南镇，我喜欢中国太极拳，我中国陈家沟太极拳学习了。未来的陈家沟国际太极院
将会继续坚持太极梦想，培养太极顶尖人才，为太极拳的传播和弘扬做出更大贡献。在我的愿望就是，太极拳是我的一生的事业，将陪伴我的终生。落下，好，再做一次，对，一蹲下，二起，三抬腿，四开步，五展开，好，落下来，扎平了，把腿扎平。我叫陈长柳，出生在温县陈家沟，是土生土长的陈家沟人，是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嫡系传人。有深深的感受到，陈氏太极拳不光对身体能够起到好的修炼作用，同时也是自己对自己的身心的一个修炼，外练身体，内练身心。只要我们还是这样能够长期的坚持这太极拳，我还会把陈氏太极拳这个事业发扬和传承下去。我是陈家沟人，我喜欢太极拳，我表哥王喜元一起练太极拳，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帮王占官我的儿子带带课练太极拳。一精彩，一有太极，世生两仪，两仪即为天地，亦可为阴阳二仪。在郑州市西北神都山下，发生着一种神奇的自然现象，洛河与黄河交汇，形成著名的河洛汇流。洛河水清，黄河水浊，两河交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清浊分明、相互交融变化的漩涡，被称为河洛汇流处。相传这里是河出图、洛出书和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悟太极、画八卦的地方。一传系此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知。相传伏羲逝世，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是看到河洛交汇现象，依据河图、洛书信息触发灵感，从而创造了易经，产生了太极文化。自古人称天下太极出河洛。黄河在中国历史上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被称为母亲河。洛河古称洛水，即上古时期河洛地区的洛水，黄河右岸重要支流。河图洛书与古文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洪荒冷昧的社会推向了文明的阶梯。自古以来，河洛汇流处无时无刻不流淌着太极文化之血，联系着河洛文化之脉，缔结着中原文化之根，蕴含着中华文化之魂。太极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丹田，中华民族的一口精气神，正在向全世界展示着属于我们的华夏骄傲。